刚刚要讨他，现在要打他，他在干嘛？ 可以攻击了，你完蛋了！Hello, hello。 主线跟不上我，可是我都在解支线欸，没事啊，慢慢玩。
我玩很慢了欸，螺丝以前的我现在应该已经六十几等的吧。以前那种不用剪片，只传记录档的我，那个糜烂的我。呀吼！听听这个哈欠声。哇，好用！哦，要机械能量哦，难怪我一直没有。坐骑设计真的是有点烂呢。喂，才不会错过你嘞！好了，就要去闪电废墟。吧吧吧吧吧！你坐骑跑不起来，你是鸟吗？如果是这只鸟的话，你看它上面介绍有啊，你看它有个技能是全力奔走嘛。按移动中按移动中按右键就可以奔跑啊！如果你像是像草泥马这只的话，这只草泥马就是跑不起来了。这只绿色像菊草叶的草泥马就跑不起来了。呀呵！
欸，我不要深渊了，专家好了，熟啦，我就是熟，我就是辣，大家好，技能有点多了欸，虽然我已经努力在整理了，这个放这边。这个放这里，那这个放留放这里。Go go！ 嗯，你倒是开门啊！不说暗号，我不说，我不说，我不说。一睡醒，第一件事先把身上的汗洗掉，然后马上开台了。你看我多敬业、啊。后面走。
哦，白痴哦，那个。要叫炒饭吗？叫什么炒饭啊？鸭鸭大军，哦，松鸭大军。六。浪漫佛跳墙，冲啊！啊，对，他会跑掉，哎，白痴哦，哎，go go go， 走走走。先发一发誓，再放油。啊！再放这个，再放这个，推坑鸽子游戏，你跑去买鸽子哦？你被谁推啊？欸，我没有推你们玩欸，我只是一直我狂骂那个是烂游戏欸，你还买？边开台边吃吗？不然等一下阿米狗的时候，我下去找看看有没有东西吃吧。本来想找线上游戏，就是想说平常没事做就开来玩，那顺便就开台了，这样子才会想玩龙之谷。啊，等龙之等那个魔物猎人冰原出来之后，就改魔物猎人了啦。龙之谷应该就是，我觉得龙之谷应该撑两个礼拜就差不多了啦。对，两个礼拜就已经差不多。差不多就差不多了，哼。然后冬季特卖也快到了，所以到时候就可以玩一些很早以前买而且又有特价的游戏了。虽然你还没吃饭，你也给我去吃哦。
特价还剩两天。哦，我以为特价已经剩两天了，我想说吓死了，怎么那么快？人不见了。你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怎么跑来跑去呀、啊？东石大哦，东石大有更新啊，它是更新了一个，就是狼王，更新成姜饼的样子，好像就是更新这个吧。对啊，设计九也是明明是多人游戏，就被我一个白痴哦。对了，而且解支线有个好处是有成就，有那个名声，因为之前有个名声要从最头解到最后，那就可能敏捷加到多少啊，有的没的。你没有解前置是解不到这个名声的，比如说，这个像 boost 族嘛，这种 LV1 变 LV2 就加多了5，然后这个也是，哎、欸，这个算很好了、欸，哎，没有啊，这个不用前置啊，这种 LV 的才是需要前置的，所以有。以前有人会解，就是因为要称号。准备吃宵夜了，是啦，这个时间，不然我等一下就去吃了啦。不然好像有人在担心了。不然小鱼担心怎么办？对吧，小鱼？那叫哇靠，干我屁事哦！对对，小鱼，花爷分小公主。那我们昨天创了一个公会，然后，哎，花爷分没上线哦。这个白痴，这个不是念菜，就是念分。它中间不是四撇，而是分手的分，超好笑。啊、如果兔有在玩这个的话，可以讲一下，就拉你进来啊。早点进工会可以增加工会的贡献度，虽然不能从他小、啊。工会有贡献吗？看哪里？工会历程、工会奖励、工会成员，然后这些都已经50级的了，神经病。嗯，应该这个也不用特地。